大哥，呀，大爷，我没空，我先不来，来，大哥你出来留事儿，这两千给我呗。啊，两千给我。这你闹着玩的吧？没没，你激动啥？一个座位。啊，你一个座位啊？对呀。一个座位也不行啊，一个座位不行。我感觉你差点就要答应了。不不，你把我搞懵了，你这多少钱？这6500。三千。咱俩这么关系，我没给你开价呢。那我这个嘛，你们家的跟我拿你们家最低多少钱嘛？你给个实在价嘛。这最低啊，这太实了。最低最低。多少钱？这够了。3000吧。哎呀，不要不要。4000。刚才一个月套我，你现在你这两个月。那我这替粉丝找的嘛。我这两头的，你家都挣不到钱。哎呀，4000。 谢大哥，OK，罗哥这人呐，还是挺实在的。但凡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信得过的人，你们看，就这个料子，没想到4000能拿下来了，还是让我挺惊喜的。这500块钱呢，算我俩之前的一个人情了。打灯一看，淡淡的一个小底色，你官能看，是不是贼细？这只镯子呢，是给一个女粉丝找的，买给她的妈妈，下周就过生日了，所以说比较着急，就定它了。咱们就去给她压出来，一起期待一下成品效果，这是一个孝顺的礼物。 底子细的手镯，起货后就非常的娇润，透出油脂般的光泽感，真的是太美了，还不快点个赞！